中国我所采取方毛泽东毛泽东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三个人，由三兄弟的名字组成。一个姓苟的老农取得毛泽东的感恩崇拜，给大儿子取名苟毛，二儿子取名苟哲，三儿子取名苟东，连呼起来就是毛泽东。毛泽东回来起帆，毛泽东下地干活，毛泽东上床睡觉，又是生气了，难免一一开骂。狗儿的阿毛好气难走，没带个好头。狗儿的阿哲扯谎撩拨，没有一句实话。狗儿的阿东，东一榔头西一棒，尽折腾人，没有一点规划。狱中的老农哪里知道必有回反击一说，为此一次又一次受到批判。然而毛泽东的名字一旦叫开，却又敢随便更改，所以只能规定押狱笔画，不许叫取生来。直到毛泽东死去，苟家三子才活了过来。后面的故事，苟某下岗失业，苟哲下海经商，苟东下狱于牢，苟富垂垂老矣，神志不清。冯仑便说他的老婆跟毛泽东跑了。